这是你们中国的大红袍，你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多谢太君。太君，恕洪某直言，这茶还真喝不习惯。哦，怎么有股子烟熏的味道？俺还是喝惯了茉莉花茶了，下次我再来给您也带点，让您也尝尝。这大红袍的韵味，岂是你一个当兵扛枪的人能够懂得？对对对对，洪富贵是个粗人，品这么好的茶真是浪费了。洪富贵，我听说刚刚在纠结会上你的表现非常的英勇。为皇军效力是我洪富贵毕生的荣幸。来喝茶。太君，我是真喝不下去了，要不我们去检阅部队吧。弟兄们在南门都等了一上午了。不急，我还有一个朋友没有到，他也是你洪先生的旧相识。哪个旧相识？来了你就知道。别说话。太君，您找的人来了。太君，洪富贵，这位刘先生你该认识吧？刘先生，哼，看这面熟，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在下以前在韩主席政府中做军需官，洪先生您是？军需官，哦，老刘啊，不认识我了？洪富贵，三营的。三营的洪富贵，想起来了吗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锦爷呢？被我干掉了。
文礼涵和马林琴呢？在北门安全。好，从北门冲出去。好好。上头有令，所有人不准进城，叫全力捉拿刺客余党。好，去吧。是。胳膊上的伤没事吧？擦破点皮，不碍事。刘汉良同志，卢湾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已经为你安排好了，到了那里会有人送你去大后方，路上保重。你们也多保重。保重。告辞了。